较大个，咱只金牌较小。来，这边有张化健总长，来关键，大哥，由你关键来了，请教练代表来。为我们代表接受。全国运动会即将在10月21号开始在台南来举行哦。那我们这次大概有500个这个选手跟我们的这个教职员哦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盛会。那我们在上一届的这个全运会在新北市来举行，有很好的一个成绩。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这次的选手都能够突破自我，再创佳绩，为彰化县那夺取最好的成绩。那我们也为了要鼓励我们的这个选手，所以呢，今年也特别做了一个有关于我们的这个选手奖助金哦，就是优良选手每个月可以有20000元的一个奖助金。那希望说透过这样，让我们运动选手无后顾之忧，能够全心全力为彰化县争取最好的一个佳绩。大家把脸露出来哦，还记得把脸露出来哦。好，看前面。彰化县雄战，王惠美雄战，彰化县战我的战了好，那不好意思哦，稍微再忍耐一下哦。